是莫要这些，在着几根香火，这是单台对铁笼子的告慰，小主果然告。李世民人，当主兄的气路，岂不是有些莫要啊？有些莫要，说不识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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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龙珠你的时机到了。因为大厮杀有些莫要的江湖精兵，但是永远无办法上到去铁笼子咯。有些铁笼子里的西镇作交，呀哈！小米，当我西镇作交的时阵，另外一个角头，竟然有人施展着原主神功，下施着救世魔药。原主神功是由当兵拍过，我赶紧由当兵对砸凶手。小弟，用威凌凌杀气腾腾，你是谁？小子提龙主，你目不识丁。林都这是至高无上行天者，我乃是紫金城的第二城主，我的大哥就是顶高一号关玉皇的，我的三弟就是天下独一关武松。调查原主神功真久了，我自远远看到你发掌，下死着九世魔妖的。我惊紧一看，原来你所施展就是惊天绝招原主神功，此招拍死着阮紫禁城300外依靠的人命诶！经过紫禁城天下一个调查，你今天已经我发现提龙主，你差是难得飞上天诶！原主神功唔是我所发。这波绝招由当兵跑来，我勒要对干真凶，你唔通阻挡，何必多言小主？你自圆其说，你今日被我发现，难道丢生了一次？Yeah!
将名宽滚行诶，两处故机诶，今天替龙主当着对方救世无晓这精杀，我两年早就收到这个危险龙军占领性的控制，叫我秘在当兵，然后发原主神功，怕死救世无晓。如此的做法，无非也就是要加火队替龙主。替龙主，我无以一力为敌，我为着要阻挡着对方一笔安天下定太平伤害你，结果一笔安天下定太平双路之痛，一时间精神受了重大的打击，所以施展非常狠毒的绝招，一个解决我。迄个时阵，我为保命，不得已才施展原主神功对付伊，将着一笔安天下定太平拍死，才来避着你危险龙军当着魔界天父的发现，控制着我的行动，无可奈何。事实我要更加重要的代志无做，所以我忍辱一错再错，再错的错，形成陷入深渊，无可自拔了。但是今天我用运行元功稳住，然后发一波元主神功，解决对九世魔妖，九世魔妖丧命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如此陷害着的替龙主，其实我内心非常的不安啊。若要人不知，以为己不为，原来就是你个人一定人上人，武林高王作撇来主人，无错。我一个调查这部绝招已经调查真久，我的敌人一笔安天下定太平惨死这部绝招，我早就怀疑到你。你方才施展这部绝招的时阵，用运行神功稳中着你的身影，但是我用慧眼传魂，已经看出着你的真面目。你就是我要找人，后继将名宽滚行。你言行不一，你表明一个挺东北派，结果你就是一个暗害名门正教的人。不愧是你武林高峰十撇崖的主人，个人一定真相人，既然被你发现，真是的真相人，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死亡。我宽滚行必须给你杀人灭口，真是的，我无意以正教为敌，但是我有真重要的任务要做。我若是如今施展原主神功的代志来比声张的，我一切计划、一切苦心将落入江洋大海。所以人上人，你今仔日无应该来调查到这个真相。既然了解真相，你已经无办法活在世间了。真自私的讲法，不管你有什么重大的任务，不应该用别人的性命来做你垫脚石。你这款人，表面公主内中小人，为着我的你一笔安天下定太平的报仇，死来呀！先天之剑，先天之骨，一刹！林上人大剑宽滚行，阿扎！相逢这是天昏地暗的我武功咯，一刹！阿寒，一刹！呀哈！you
这边面，地龙主比着几个武雄刑天者太地主相逢一场的大国战。地龙主这波三足神功里面换了你的生命一差，三足神功有何出奇？地龙主一生做人不惹事不怕事，刑天者你真自夸，自称一天当者，表示天下无良人，你不能以为你的大哥定过一伙关玉皇，在武林的声望这么好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明明跟你说，我不是原主神功的发奖人，你今天姓邱齐红吉禄为马，让你了解什么叫做真功夫，结果更加来一打。一道的金光已经将着这刑天者给带走，早就罢了，我赶紧对当兵看来。英雄人当地宽军营的战斗已经到了尾声，注意，英雄人平生绝学用尽，也就是代表你已经刚龙在尽作命时，靠机将领宽军营你要施展原主神功，结果你的生命追来啊！雄人，真实的，你中着原主神功，无办法活命咯，已经向西平都走你去。我这个时阵未使让你透露的真相，让你透露的真相，我真功尽弃，挥杆战将，为无讲话一的对。前辈宽军行，啊！地龙主，是，我由这个所在对干前来，主要就是要查明施展着原主神功，怕是救世无效的人。前辈，你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这，我方才有看到一道的人影，游着北平里去，但是到底是不是原主神功的主人，我也唔知。多谢前辈，请。铁龙主来个冻住，一刹那之间已经不见这个英雄人的形影。
人上人虽然受伤，毕竟是先天的先觉，已经独立出地。我想，这个秘密伊一定会继续向第三者讲出的，赶紧继续甲对看麦。拜见大哥，我正在你要将着这个铁笼子来结果断杀，你因何用着金光将我带离现场？铁笼子用着原主神功来拍死着九蛇魔妖，我当场已经目击，所以要将着伊解决断杀，为着咱紫禁城300余口的报仇啊！贤弟，你错误了，做大哥的在着铁笼子来到紫禁城说明一切时阵，我已经证实，伊绝对不是原主神功的主人。如果平时你看伊左臂拢装无怎样，但是那是轻功来搞的，伊的左臂就会浮出着八卦标志。但是铁笼子伊本身并无八卦标志，这是我在后洞给试验的结果。你是我的小弟，目前的误会我不得不向你说出真相，其实别人我是未讲。现在铁笼子当然同款，也就是当仇敌忾，你要找找着原主神功的发奖人，因为原主神功的主人用着这部寒舍机招，怕是就会换贴大哥乱世大英和家里金孝尊嘞，大哥，你真正相信铁笼子不是真真正正原主神功的主人？你的大哥一个讲话，难道你一个拍折扣吗？这大哥，你所讲的话我唔敢无相信。不过铁笼子这人自称在武林道上万胜不败，我非常的不满。一定要将着伊铁笼子给打败，那安尼，我至高无上刑天者，就可能倚天动地啊！贤弟，老实讲，铁笼子这个人不愧是一个好汉，重情、重义、重兄弟，这个人的个性，你的大哥非常的欣赏，我希望你唔能了伊。假使你那里爱铁笼子，万不利却怕败，做大哥的绝对无骗你。大哥，你看我真无气。好，我绝对会怕败铁笼子，你看，我唔免你听我什么，就此告别咯。贤弟啊，你太猖狂，眼中无人，目空一切，最后你绝对会闹亏啊！要松住止痛的乱世大英雄，内心苦痛万分啊！我哩
金孝尊，你死得苦中半分呐、啊！你敢是武林高峰绝壁崖的主人，高人一定真上人，你心中关注神功，原是大英虎，我的生命已经一步一步踏进死亡的界线，拖着最后的三寸气，为了向你说明杀害你的子女当杀害我的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投机江明宽滚行啊啊可怜可怜的林雄人，一名送进战星啊，林雄人，你是一个正气参天的仙家，如今参遭着原主神功的凶杀，并且脱命来到着机关防务宴相之，向我说出真相。好，我为你当着我的子女报仇，范君行，我绝对无放你罢休啊！将着林上人的尸体给埋葬，随你宽滚行报仇啊！投机江明宽滚行，我追随着对方人上人的飞车，一直对这个方向而来。人上人最爱飞车，就是进了机关防务宴相之，那呢，伊将着这个惊天的秘密告知着伊乱世大英河咯，稳住。大英豪，看你两眼充满血丝，看来你已经知影真相了。人呀，利用着原主神功，打死不计其数的人命，并且打死着我的子儿金孝尊，我今日一定血债血还。事情已经当冲事发。我宽滚行到这个时阵，别无选择，我只好当你正面的决战。但是，我无意以东北派名门正教的威敌，我是身不由己。希望你我两人一发三中，你是我的杀主仇人，我为何要以你一发三中呢？我怕死紫禁城三百余口，只有我扩张。当然，我来避着对方危险龙军斩林星，当对魔界天父的控制。怕死你今日是我唔对，实际上我也欠你今日的一条命。在你决斗之前，我先声明，假使你那是败在我的手头，我钦佩你乱世大英豪是一条的好汉，我未甲你怕死。我希望你从此以后休扣离班，而且永远以武林隔绝，替我修好这个秘密。等待我任务那完成，我会到机关防务宴相助，尊敬受了。我用这条命来背你家里的命。第二条路，假使我的江湖那不是你的对手，技不如人，我和你乱世大英豪怕死，毫无怨言。
这就是我透支将领宽军行的命运。好，我答应着你的条件，不过我仍然需要依你约法三章的。什么代志呢？假使我若是失败，你唔通来找着铁龙主的麻烦。铁龙主是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，我希望你唔通伤害伊。放心，铁龙主是我真疼爱的下辈人，我无意伤害伊，只是我重大任务还未完成，我才会受制于他人咯。好，希望你我两人按照约束，决斗开始，再来一下一次。先天变先天，双方见得天地混动动，就我阿母公一炸。双方的战役连至顶点咯。注意，我宽军行当你连战数百回合，不可以你乱射大英河，就是航母毕露的创始人，也相当怕败队转轮王，你的功力超凡。在此时你咱两人最后一交定胜败，无唔着铁哥进过来一下。失败！哎呀！乱世大英豪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呢。我希望你承认失败，我希望你承认眼前这个事实。
你免为你的家里的性命之抛不平。我有讲过，我宽君行是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言出必行。我的任务若完成，我自然的来到以番红雾宴相之，我任你的处置，行你家里金孝尊的命，希望你为我修口立板，唔通向我声张，我就是原主神功的主人啊！开，听着你所讲的话，你诚恳，使我乱世大英符也可以相信你。看你的罪人，并非是大凶大恶之人，你今仔日会犯这么多错误，绝对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好，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，未向天下的声张。好，乱世大英符，我要离开了。请问，难道你就相信我乱世大英符真真正正？未将着你真正的原因向天下声明吗？乱世大英雄，你正气参天，你名闻天下，以你的罪人我百分百相信。不过大英雄，你也要相信着我宽君行的做人。我的任务一旦完成，我绝对来到这个所在，任你处置。请。自叹技不如人啊！苍天啊！走上一走。拜哥，拜哥，你因何身受重伤呢？什么人伤害你？拜地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！天下无万圣不败英雄。今天我乱世大英雄已经倒开，我要向天下的宣布。从此以后，乱世大英豪不插风尘俗事，当着我的家后残念不见光，顿稳在几番风雨烟相助了。拜哥，什么人伤害你？我为你讨回公道。请慢，我当对方有一发三中，当然我未说出什么人伤害我。君子抛掉历史恩宁，失信离归。希望拜地，你无需要追问，也无需要搁再来教了我吧。哪呢？弟弟的冤仇呢？是呀，恩呀，为我之所怜呀。拜哥，拜哥，看拜哥垂头丧气，有口难言呢。我一生中也不看伊如此的失志，丧志之痛，再加上今天拜伯，到底是什么人有这款惊天的功夫，怕败掉我拜哥乱世大英豪的？我拜哥含珠不吐，看来有难言之隐。伊与兄弟结义这久，我知影，因讲的代志，我如何追问也无补于事呢？好，我自己去调查，打败着我拜哥乱世大英豪，到底是何方的心性了。